这一块治疗呢，是中末期心衰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。人工心脏这个一年的生存率，特别是5岁以下的这种人工心脏的一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2%以上，然后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76%。相对于移植来讲的话，它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等待，费用来讲的话，跟移植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太多的差距。